系男人都想问，好多男人男士都想问嘅问题啦。头先就问个女士嘅问题，今次系男士就问你嘅今季神气丸系咩症状好，同埋点样壮阳啊？今季神气丸咧，对嗰啲年轻人啊，上年纪人啦、个肾气唔好咧，系有帮助嘅，就唔系要嚟壮阳，系要嚟帮助你嗰个功能。壮阳你咪买单位哥食咯，而家最潮流最兴噶啦，系咪？但你小心喎、哦，过浓会死人噶。梗系会啦。会啊，我哋试过一个朋友，我识佢噶，临到做手术啊，俾个医生抄出嚟成袋伟哥，爆血管啊。同埋咧呢、這个咧系透支嘅，佢哋啲男人搞错。你最好就营养均平均，够精神。另外呢就是有一个、如果你说你是提早衰退呢，你每日上落踎低起身50下，50下最有帮助，因为整个前列腺那里呢、那个功能很少运动到的嘛、那个专医男人那个下行器的。下行器的。那个肾气丸那个是帮你协调那个你的功能的肾气的，就跟你壮阳没有关系。就没有关系。但壮阳是另外一part来的。嗯、但如果你嗰个身体唔好，你撞咗阳咧，你就仲大镬，即系你透支啊嘛、所以先调理好先。你食药物好，减乜嘢嚟催谷咧，你就自己会。